节晒出女儿小脚丫照片，发文宣布谢娜生下双胞胎，二人正式升级成为爸妈。照片中，夫妻俩围成爱心的双手，握住两个宝贝的小脚，温柔爱意简直要溢出屏幕。张杰甜蜜表白谢娜：“娜娜辛苦了，你真的好棒。”同时公布两个女儿情况，现在一个宝宝哭声嘹亮，另一个在吃手熟，我好幸福。等在现场的何炅随后发文，正亲眼见证娜娜含着眼泪亲吻宝宝，张杰温柔哄着说：“爸爸在哦，爸爸在哦。”他发表微博称：“一些变化真的是转瞬的，感觉是两个小孩突然长大了，真美好啊！现在就开始担心两个小天使，干爹疼不过来了。”张杰谢娜于2011年结婚，夫妻俩在2017年9月份公布了谢娜怀孕的消息，谢娜生了双胞胎宝宝，可喜可贺。娱乐圈又要多两个萌宝宝了，祝福他们。谢娜和张杰的爱情也是经历了十几年，兜兜转转这么些年一直恩爱如初，遗憾的是两人一直没有宝宝，就在今天张杰谢娜终于如愿以偿了，恭喜恭喜。